宝格丽的灵蛇是充满着这种力量感。它不仅仅是一件珠宝，更是有故事的。女性的形态是千变万化的，是有力量的。除了在外界上是做到了惊艳，更让我觉得感动的是它内在对于女性的赞美，一种不设限的定义和精神内容。这样的一个展览其实做了一个品牌的一个传承，也让我体会到了艺术的这种丰富和美感。